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亲子游戏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买了三个超级飞侠的蛋，还有呢，迪士尼米奇妙妙屋里的米奇和米妮的，精美礼物盒。那这里面会有什么好玩的玩具？让我们一起来拆开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咱们来拆超级飞侠里的。这个呢是酷飞，可爱的酷飞。这里呢有酷飞、小爱、乐迪，还有呢多多的粘贴画，还有一袋好吃的糖果。再来看看这个，哦，这个是一个保龄球魔术笔，这个会是什么呢？啊，保龄球一打开是一支笔，五颜六色的笔，它是可以写字的吗？啊，我们可以在上面写字。好，然后呢，一摁进去又变成了一个保龄球盖儿。然后呢，一打开，刷一下就变成了一支笔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来拆乐迪，可爱的乐迪。有一个可爱的粘贴，还有糖果。这个呢是一辆赛车，是一辆粉色的赛车。哇，只有两个轱辘。来，咱们看一下。它可以立起来跑。非常的快。好，一辆漂亮的车。再来看看这个，也是粘贴。这里呢是自行车的车把。是一辆绿色的自行车，这个自行车有两个备胎，小朋友骑的时候不会倒。刚学自行车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用这样的自行车来学。跑得也很快。又是一辆车，今天呢，我们得到了两个车了。那下面呢，咱们来拆米奇妙妙屋的米妮。好可爱的米妮呀！它正在晃悠着脑袋。大家好，那看看你这里，这里有什么呢？这是裙子。漂亮的裙子。这里呢有一只小灰兔。大家好，那咱们给它穿上裙子。大大的尾巴。这个裙子呀，咱们给它穿上。
尾巴露出来啦。哇，它穿了一个做饭的衣服吧。好，哎呀，非常漂亮又可爱的小灰兔。再来看看米奇，大家好。这里是谁呀？哦，是可爱的凯迪猫和一只小熊。哇，现在已经10点了，他们在睡觉。这里呢有台灯，还有他们的拖鞋啊，小拖鞋，漂亮的台灯一摁啊，他们要睡觉了。一张漂亮的床，小汽车，看看这辆小汽车是上弦的哟。这辆小汽车呢是会翻跟头的。翻跟头的小汽车，好棒！那看看这个是谁呀？对啦，这个是小琪。啊，小琪，哦，这是一个会变形的超级飞侠的朋友们，小琪。啊，可爱的小琪会变形，这样呢就变成了一架飞机，这样呢就，变成了一个人儿。好喽，今天呢，哇，我们拆了迪士尼米奇妙妙屋的蛋，还有呢超级飞侠，得到了这么多好玩的玩具。那好，今天呢就给小朋友们猜到这里，下次会接着给小朋友们猜精美的玩具蛋。好，小朋友们下次再见。